小姐，这是我们的机票。请把护照给我看看。你们有几件行李要托运？两件。这个包不托运，我们带上飞机。麻烦您把箱子拿上来。小姐，没超重吧？没有。这是你们的护照、机票，这是登机牌，请到五号登机口上飞机。谢谢。谢谢。哥哥，你们都去北京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了。小红，别哭，我们几个星期就回来，你好好的学英文，别乱跑。不是几个星期回来，是几个星期以后才回来。别担心，我姐姐小英会教你。对，别担心。飞机几点起飞？中午12点，还有2个多小时。白英爱，你什么时候去纽约实习？我不去纽约了，文中在加州帮我找了一份实习工作。对，我们下个星期开车去加州。是吗？一边开车一边玩，太好了。开车小心，祝你们玩得高兴。祝你们一路平安，到了北京以后别忘了给我们发个电子邮件。好，那我们秋天见。下个学期见。再见。小鹏，爸妈，好，儿子，你看，累坏了吧？还好，爸妈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学李友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欢迎你来北京。李友，你的中文说得真好，谢谢。是因为王鹏教的好。哪里，是因为你聪明。哎，你们俩都很聪明。小鹏，你好像瘦了点，是不是打工太忙没时间吃饭？我没瘦，我常常运动，身体比以前棒多了。嗯。小红怎么样？他很好，英文水平提高了很多。走吧，我们上车以后再慢慢的聊吧。爷爷奶奶在卡尔店等我们呢。烤鸭店。Or 机场. Beijing has a new airport express, and I hear that it's reliable and fast.
But here's an important tip. Make sure you know what terminal you're going to before you get on the train, because there are 3 terminals at the Beijing airport. Terminal 3, 3号航站楼。3号航站楼。哦，谢谢你了。没有。一路平安。好，一路平安。你好，你去机场吗？对。你要去哪个航站楼 ？T3。T3是吗？好像我也要去 T3。那我到了 T3 之后，我怎么找到那个国航？那个有前台有服务人员，直接问他们就可以了。因为那个各个航空公司在那边好像都有那个专门取票的那些地方。啊，开往2号、3号航站楼方向的列车将要进站，请您不要一号屏蔽门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准备去上海。是吗？对。那你拿登机牌的时候准备托运行李吗？我是直接把东西带上飞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你如果托运的话，你下飞机会等比较久。好吧，我们结束了，我祝大家一路平安，再见。